突如其来的胸口闷喘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一点点闷闷，两三天的时候好像就一点点会喘了。心脏科嘛，叫我去那个照 X 光。肺部 X 光检查出现不明白色斑点，有发炎的现象，而且开始有热膜积水的情形出现，会导致说呼吸衰竭、败血症，导致多重器官衰竭。至为人医守护爱，带您认识小细菌引起的大麻烦——肺炎。